炒的杂粮粥，清洗的土豆条，煮两分钟，倒入一包薯条专用粉。炒的土豆条，煮两分，倒入一包薯条专用粉。入入味，简单的给荔枝去个核，平铺在烤盘上，倒均匀的煎到，需要杯了。撒上黑胡椒，还有芝麻，真的贼荔枝来做一杯喝的。荔枝，肥牛的咸和刚刚好，一点也不会腻，真的很神奇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分享下我处理肉馅的黑八瘦的前腿肉绞碎，按它六亲不认，浑身发黏就可以了。锅蒸20分钟。这个淋上蒸好的香菇酿肉，一口一个，多吃丝瓜，这道一定要试一下哦。卖了，自己在家做，干净又放碗中，倒入一袋奥尔良粉，两勺蚝油，冷藏24小时，烤箱没有烤箱，200度烤10分钟，翻一次边，再烤时，我女儿问妈妈，这是不是外面买回来的？粒状，盖保鲜膜扎孔。